जितना जिस बात का अभ्यास करना होता है। ओम शांति। ओम शांति। वेरी जेंटली I go within. And connect the mind. With the true self. A bodiless being. 在无身体, a beautiful, sparkling point of light. 非常美丽, 闪闪发光的, 一点的光, My eternal qualities emerge. 我永恒的品质浮现出来。 Deep silence. 一生的寂静, peaceful mind, 宁静祥和的心思, loveful intellect. 充满爱的心事。 lightness. 轻盈。 Totally detached. 完全超脱的。 Super sensuous joy. 超越感官的喜悦。 Awake. Blossoming.
fragrance of God's love. 醒觉神的爱的芬芳。 Self-respect. 自我尊重。 并且摆脱自大的。 Incorporea, egoless. 非实体，我自大。 In solitude. 在孤独寂静中。 坐在深陷我的儿童。 In company of my Baba, incorporeal. 在我的爸爸的非实体陪伴下，还有他的。 Awareness of being incorporeal. 在非实体的意识中。 Keeps me egoless. 让我保持无自大。 Self-respect and egoless. 自我尊重和无自大。 Keeps the soul cheerful. 使灵魂保持喜悦。 并永远不受到伤害。 Full concentration. 完全的专注。 Stage of being merged. 融入在境界中。 Experience of being like Baba. 体验就像爸爸那样。 Om Shanti. 你们都将会成为国王吗？ 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得不准备这么多的这个宝座。 巴布达拉说， 那个宝座是一个宝座， 你们有所有的收获成就， 但会和时代的自我主权 并不比这少。
即使现在你们也是国王，不是吗？ 或者你们是臣民？ 还是皇族的一部分呢？ 只有一位父亲， 很骄傲地说， 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是要成为国王的孩子。 你们是国王不是吗？ 你们是Rajyogi 黄道瑜伽者， 还是Prajayogi 或者是不是Prajayogi 成为臣民的瑜伽者？ 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人都坐在新的宝座上，你们所有人都是那些有权利拥有自我主权的，是那些要成国王的孩子，你们有这样的陶醉，不是吗？ 只有通过这个时代的自我主权， 你们才能获得未来的王国。在这个汇合时代，这个汇合时代是非常非常有价值和崇高的，非常非常非常有价值和崇高的。 Om Shanti. Om Shanti. Love for solitude and practice consciousness. I am 练习专注. 我是完全无自大的. 练瑜伽练习, 摆脱身体意识, 我是无自大的, 就像Brahma父亲一样, 没有我, 而是我, 这个灵魂, 没有我的, 而是我的爸爸, 稳定在这个境界中, 我保持融入, 融入在爱之中, 思考, 变得无自大的精微障碍是什么? 一个无自大灵魂的标志是什么? Abhyat信号, 你待在地下是隐秘的, 也就是你待在内向中到何种程度, 你将能够越多地创造出新的发明, 新的发明，通过待在地下保持隐秘，你会受保护，免于气氛的影响，并且因为有孤独寂静，你琢磨搅拌的力量会增加，最后你会有摆脱玛雅障碍的安全方法。 Om Shanti Shanti， 大家都好吗？ 大家都健康好。 How much? How much? 去练习，就是练习这个孤独寂静和专注，我们的能力将会增加。即使就像爸爸说，新的发明，但是即使呢，每一天，就是我们一整天，每一天在做什么？ 不仅仅是能够很精确的，有能力很精确的去做，但是会做得更好。因为不是需要说每一次呢，
我要有新的这个新发明，但是我们要有这个新的方式去做东西，去想去思考，因为你在说啊，就是或者你说这个是日常的啊，或是一样。但是如果你做了，你用新的方式去做，所以这是非常精微的这个能力，你说你变得更好，这是非常精微的，因为否则就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时常都是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样做。但是当你是在你的，就是在你在这个专注的美丽的境界中，那么你就会说，让我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如果我在就是服务做给食物，我就用不同做不同的去服务他，所以就是要创造这些新的方式。那就是你有这个能力，就好像你有这个意向，你能够看到不同的东西，你看东西不同，你做不同方式，你的思考，你的想法也不同。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喜悦，对自己。爸爸说昨天寂静和专注，就是内在呢就会有那个收获成就，你会变得非常就是充满喜悦的，不是说你看起来现在很严肃，对，就是但对内向呢是要严格或严肃，但是你是喜悦的，这就是爸爸要我们做，在这个汇合时代，就是在我们的自我主权中。爸爸要看，就是不是像日常的那种你要做那样，因为就好像你就跟着你日常要做的，就是你一直这样跟，但是你要有这个喜悦的，就是你要有这种发明新的东西，做不同的，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事情，所以大家都要有这样的实验。所以我们要让我用什么的这个家庭作业，不是说哦，你只是专注或者内向，但是呢，每一天呢，为什么每一天来自巴巴穆里的这些阿比穆里会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每一次每一天呢，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它，你将会有非常喜悦的，因为你就会有一些收获成就在那。否则就好像今天我知道这个就是要很温和的温柔的这个词，因为有时候人家想的太难我说有些人说我很头痛啊，或者是很沉重。如果你是在非常很自然的那种方式下，你也会得到一些东西的，获得一些，你也会去体验到一些东西，不要有强迫性，所以你就会达到一些东西，那你就不会感到疲倦，对吗？否则你就会感到说我要坐直就是这样，内在也是要很静止，里面也是要很静止。所以即使你是在那里，你会感到说你是去了更高更高上升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就是我在想我如何去使用，我们需要一些推动推动力去做某些东西，所以那些推动力呢就是来自那些所有的收获成就。所以收获成就是说当我正确地做它才能得到，所以我喜欢这样的这个点。所以也还有关于就是说当我在地下的时候，那么无论什么我是或者我在做什么都不会被影响，但是人们的意见他们的这还有气氛都不会影响我。但是内在呢，就好像说你在做你自己的这个琢磨你自己的这个，所以那个给你很多的这个就是陶醉。
就是爸爸说的, keeps you safe from external atmosphere of any kind. 所以你如果你保持你这个外在的这个气氛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无论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外面，可就是一直都是会有这个周围的一个能量的。但是你如何保持啊，就是保持安全呢？保持安全呢？ 而 Brahma Baba 他能够做到，他能够看到，你能够看到他的这个陶醉，还有他的这个喜悦，而且都是一直都是胜利的，在他的脸上，当他跟他人互动时，不能看到，他从来没有，就是。 他就是很信任，100%的，所以当你有仁慈，你就会有力量。所以如果你说你在哦，我要说什么，我要说，但你就会失去那个力量了。所以如果你就是很轻微的去接受一些这些，就是这个迷惑，所以我必须。 要，就是让自己安全。你喜欢？当你开始说，你就会感到，对吗？对。 你们都看过了，看到在，就是做那个那些像做乳鸽酸乳啊这些黄油啊这些，每个人都喜欢。 所以在马鲁班每一天早上都会做同样的，他们同样就像我们的搅拌一样，任何事情任何东西，即使呢，他们刚说了这个青蛙的故事，他们进到一个井里不能够出来，所以他们就决定呢，就是转来转去。 再掉进那个桶里，这个时候，他两只青蛙，所以一个呢，他说他很累了，转来转去，然后另一个呢，他还是一直在转，所以他就得到那个黄牛了。所以就好像，有一个兄弟呢，他去机场，然后。 因为交通很繁忙那是，然后他就开始在讲故事。所以无论爸爸说的这个搅拌啊，还反思，我一直会说，就是当我们去到一个高处，那你就从那些无论你当时在哪里，你就从哪里跳出来，因为你是一直在，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 我们的这个想法，我们的这个反思，如果就是你在思考，你能够创造很多的这个洞察路，我要想一样的东西，还是要更深入，所以这就是你当跟大人分享，你就能够去滋养他们。 我首先要自己要先创造，然后我就能够去帮助他人。所以，当你在分享，很深的东西，很多人大家都喜欢。就当爸爸说，当你在寂静中时，内向时，你就能够去搅拌和反思，而那就是也会给我们，不只是给我们这个力量，但是会给我们带来快乐。
那就会有很好的能量去滋养。所以我也不需要再去啊，就是依赖他人，我要滋养自己，然后去滋养其他的灵魂。然后啊，还有这个 Maya 的障碍， Maya 爸爸啊，有时啊，就是把这个老鼠啊，或者是啊，来跟 Maya 比较。当老鼠咬你的时候，你没有感到的，没有感觉到的，所以其实 Maya 也是非常精微的，对吗？是否是一些跟某个人的这个互动，可能呀，他可能是崇高，可能是 Maya 的，所以爸爸就说，啊，就是爸爸为什么会说，啊，就是你要很小心你的伴侣。所以是你的陪伴，所以是取决于你怎么说，你说什么。所以有些现在很多人说什么东西不对的东西，他们不会说什么是对的。Daddy Prakashmani 告诉 Daddy Jackie 两个人都是不对。This shouldn't have happened. That shouldn't happen. But all good. 两个人每次说，哦，这个不应该发生，那个不应该发生。Daddy Janki 说，啊，帮助我，然后他告诉你，就是上帝们，他说他就是有，就是他说，无论我去哪里，我看一切都是非常好，非常好。如果你只是在两个人一直在讲，那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当我们失去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就是尊重两个。所以你去哪里，你会说关于家庭的事情吗？你不会去跟任何每个人讲关于你的这个家庭的事情，然后整个兄弟姐妹的事情。我会决定啊，这是我的家庭，爸爸已经给我们这个一些引导，是这些都是玛雅和障碍了，对你自己的这个进展也对，要给不好，对家庭也不好。Daddy Guza， 当爸爸在每个人在这里的这个弱点，如果你去讲某个人的弱点，你是在讲这个家庭，对吗？你的家人有些没有意识到他从 Yagya 家庭哪一切，但是当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那样的感觉。所以 Maya 是如何来，就是来删除他们所积累啊，是所积累的这个好的东西。你在对你在服务，但是你没有正确的去服务，所以这些我看我发觉到，妈呀，你要讲。你不需要说去哦，去上啊，到街上去说关于你的家里的东西。所以这是非常精微的这个习惯，就是我们的伴侣、我们的陪伴啊，这些这些的这个在交谈中这些的影响啊。所以你是说，有些人说我能够跟你说什么？但是我就会说，我能够帮助到你吗？如果能够帮助到你，那我就讲。有些人他是，所以要帮助到我们就能够听，能够，如果没有就没有，不用。妈妈说，有些人他丢了那些垃圾，然后你去把它拿，就是把它拿起来，所以那是肮脏的东西，垃圾。那不是积极的，不是，但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品质。
所以我们如何让自己呢就是不受 Maya 保持安全呢？我认为就是很好，还没有练习之前，这个 Abhyati 的这个信号，我们做这个自我尊重。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了自我尊重，然后我们跟他人去比较，然后我是谁，那就是我，做你自己。爸爸给我，爸爸就是看我是他的孩子，给我这一些，他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练习这个自我尊重。然后当然我们知道爸爸是非常谦虚的，对吗？伟大的爸爸他是非常崇高的，无论是他的服装啊，他走路，他怎么不，他的这个互动啊，没有自大的，但是不是向他人低头的那种，就是完全的有自我尊重的。因为那么我们的否则，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这个谦卑呢，我们就不能够去使用我们所拥有的。所以你要自我尊重，尊重自己。如果我只是无自大，我是谦卑的，但是不是说一定会有这个同时也会有这个自我尊重。你没有这个缺乏的自我尊重，就是缺乏了自我，没有自信，所以一切都开始影响。今天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自我尊重就是寂静、孤独寂静，这些都是联系的，都是我们都要练习自我尊重。就好像今天我是练习的这个自我尊重，我是无身体的，我是灵魂，我的是爸爸。所以这样的练习这个字要很多的去练习自我尊重，那么就要去看阿比亚的信号，就是练习这个孤独寂静和这个专注。所以很多我们能够去搅拌，能够去，这是我们的家庭作业，我们会去做。我也不知道就是阿美甘露时间呢都是这个so beautiful the way they said Peru, 拉丁美洲的那个 Peru 的中心所引导，所以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国家在引导，所以他们在就是准时坐在非常美丽的甘露时间。我们有今天早上有200位的灵魂，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些国家，还有你可以 completely egoless， 我是完全无自大的，思考变得无自大的精微障碍是什么？一个无自大灵魂的标志是什么？瑜伽练习，摆脱身体意识，我是无自大的，就像 Brahma 父亲一样。没有我，而是我这个灵魂；没有我的，而是我的爸爸。稳定在这个境界中，我
保持融入在爱之中。今天就是第三天，萨卡尔尼，唯一爱的这个茉莉，给茉莉的父亲尊重，意味着呢，就是去填满他们与这个不朽的知识的珠宝，填满他们的围裙，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所以现在忘记这个身体的意识，去听神圣的这个话语 Sakar Moli。 孩子们应该拥有这样的兴趣，关于如何去在不同的方式下去服务新闻，关于服务保持一直到来，不是吗孩子们？所以一个人那位父亲现在到来做这个服务，跟所有的灵魂去解释这关于这个世界周期的秘密，所以告诉你们关于这个容易的这个道路，这是被称为容易的道路，不是吗孩子们？容易的这个思念也是非常容易的，从来没有使用这个，不要使用这个瑜伽的这个词，因为当你说这个瑜伽这个词，这个就是说世俗的瑜伽，然后身体的瑜伽，所以要坐在这个。其实呢，当某个人来到这里呢，他不要说了很多，只是思念，甚至呢不用说太多的话，只是在思念。所以当你使某个人所以是在这个的形态中，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父亲在质问谁是你的父亲，问他们父亲灵魂的父亲是谁，这是容易被孩子们都知道了到那个程度，他们继续的去告诉彼此很多关于这个。所以父亲是至高无上的逊爸爸，他是那个，他是肯定的是至高无上的神，他是非实体的那一位，是被膜拜的那一位，所以你们要坐在并证明让给其他人知道他是无限的父亲，他是无限的，他给了我们无限的继承权，然后你需要去解释他肯定 到来，你也需要去告诉非常精是的，说这是虚法的愿望，孩子们庆祝这个虚法的愿望，所以这那些纯真的不理解纯真无邪，不理解这些虚法 Ratri 的这个意思，所以那些无知的呢，他们不了解任何东西，但是他们不，他们就是不知道明白任何东西，他们不能明白，不能够明白这个知识，现在甚至一点点一切呢都是新的，给这个新的世界，父亲到来使一切变得新的，给这个新的世界，他是坐在并教导和解释给其他人，没有人能够知道关于这一点，这些呢都是完全或是新的东西，父亲解释那是膜拜，而这是知识，所以现在你们可以去思考关于这个整个世界的在，就是在这个膜拜中，然而你们是充满，你们是爸，你们将会继续去给爸爸的知识，所以膜拜是非常庞大的，所以这也是像很大的一棵树，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那些无知的不能够理解这么多。父亲已经解释说，孩子们只有那些能够了解在过去的周期了解的孩子，他们将会了解，因此呢你们不需要去担心，甚至在这个你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你们要使你们的脚步坚定在这个新的世界，要保持
坚定, mayana. And practice concentration. 当是在既孤独寂静中并练习, 专注. Introverted. 在什么程度上你们保持在地下，就是保持隐秘，也就是内向。那么相应的，你们将能够越多的创造新发明，通过保持在地下保持隐秘，你们将会从 气氛围当中受到保护，不受氛围的影响，因为有孤独寂静，你们琢磨搅拌的力量会增加，最后你们将会获得安全的。